顺便看一下核心的真人。好，但确实很热，不是避暑的好选择。你要来看我，当我没说。终于等到。嗯，不让我。让你没说。来了，啊！我拆了一下头发。我换个地方。避暑还是在空调房？那也是。晚上好。等我一下。嗯，晚上好。你怎么在我对面了？因为哦，这个支架怎么？好，稍等我一下。因为你录到那边不该录的。看，公演压力小，但是剧场今天怎么了？挺凉快的。没有，我记得没有怎么样。剧场，我拧一下支架。剧场坐着好冷。好的。哦，拿个凳子。这些白菜的秋天的奶茶。怎么这么可爱？稍等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谢谢何处寻送你一罐吧，谢谢。上线。并不是泉水。啊？是花露水，是花露水。因为这边经常被蚊子咬。每天都对。没有，他对谁都说，他不只是对我说。听说我们十六号。谢谢三元送你一罐吧，谢谢。那是的，十六号好像是成都的最后一场啦。这里光线差一点，我换这边。今天是不是太汗了？我觉得今天居然好热，你有没有觉得吗？我也觉得好热。今天好多汗，对吧？平时都，平时都就是也会流汗，但是今天真的好热。你还不会说情话吗？你好会说情话的。每首歌都很热。你很会说情话呀。十六号怎么选一下？整什么活？我谢谢你们。谢谢牛奶糖送巧克力，谢谢。我谢谢你们。又拆了下头发，我不知道，我这个头皮真的破了。这样的，不知道怎么安排。因为我做那个头发，他给我顶着卡子。不知道怎么安排的。目前来看应该是，但是有可能就是会有变动的。还有什么？就是公司没有，我给你打。头发挺多的，因为都卷了，都卷了。都有点可能会变，蓬松，我也不能确定有。没事，看不到你。他们都到我直播间开始打牌了，他说出五个战秘密。说好的剪刘海，剪了的，真的剪了，剪了。只不过挺希望能早一点回去。直播这么，因为刚下班回来呀，因为刚下班回来。今天有公演。二月底就能回。今天有公演。希望早点回来，就是。就这个头发搞得我好不舒服。这个安排就是。不如自己做的造型。剪了一小点。对他不敢给我多剪。就继续巡演，我们都快巡完了。就是没有。谢谢夏雅送的名花，谢谢，谢谢。哪儿都去。剪了一点点，来了，好，好，这个头发搞不好，搞不好一点。你们看 CKG 新剧场的搞不好一点照片了吗？就前段时间，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么丑？看着前好，就是什么时候写着弄了没有？还没有，他没有联系我，他没有联系我。看，我今天好丑，今天怎么这么丑？可以，头发都各种都回去看。就是不想看照片，想真正的用的。是角度的问题。居无定所。仅仅是角度的问题。珍藏，珍藏的。北京欢迎我们。过去，谢谢女王送秋天奶茶，谢谢，谢谢。是新粉。重新的板凳有没有可能换？可能前两天那个妆搞的感觉好看，今天这个没有可能换的，我觉得不好看。我觉得应该不会换。嗯。我记得我之前问过他们，我说这个椅子这么小，是我的新粉，是吗？我之前见过你啊，没觉得。什么难？谢谢。看吗？对我们到处流浪，自己家的一次都没有用过。其实我是这样想的，就是就算我们的剧场没好的话，也可以先放我们回去，就是到别的剧场演一下。谢谢爸爸姐送你光吧，谢谢。没有什么，就是。这刘海，这刘海今天他给我喷的喷雾，是不是？对，又要收拾行李了。北京舞团，谢谢爸爸姐姐送荧光棒，谢谢。马上又要收拾行李，所以之前就你们跟我说，是有一点。三元好，可能就是你们跟我说买桌子呀什么的，没必要买，因为
马上就要走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晚上就很浪费。怎么寻呢？我们知道会去广州。先去省道。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一直没通知嘛。我们是就是公司姐姐他们直接给我们看的视频。广州好热。还有灯光呢。广州比成都还热吗？灯光都一直在流浪。我们在看着，哇，天哪，好粗。嗯，应该。应该去玩广州，然后去上海玩了，然后就能回重庆。但是那个椅子好像怎么到别的房间了？因为我那个房间很卡。那个椅子确实很卡。那个房间直播太卡了。很舒服，而且我觉得广州比成都热。没有扶手，就是很没有安全。真的吗？广州很。应该先回成都吧？嗯，那不知道，到时候看通知吧。说不定。啊，那我旁边的人激动的也贴到你身上了。那不想去。对，高情商，为了促进粉丝感情，广州是太闷了，友好相处。对，就这样想。躲在中心应该没事。我也感觉就像成都很热，但是我们不出去就没事吧。没网呀，什么光？这么可怕，晒在身上都是疼的吗？哎呦，好吓人！可以不笑。谢谢小圆丁版大西北的星光之旅。上海也要达到温度，最好出门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刚把伞油不如寄回重庆。谢谢把伞都寄回重庆了。星光驿站。晚上好。内部消化。广州超市。到时候可以见到好多前辈了。有点吓人。这衣服中间是什么标志？我也不知道什么标志。不是我自己装，就公司装的，在那很卡。只有西藏最凉快，西藏是最凉快的吗？对啊，背下来了。我现在大部分都就是有点脑子缓不过来，但是我已经记得差不多了。出一趟门都能晒黑。战区腿。广州这么严重吗？战这么可怕。好，都买好它。我有防晒霜，买个喷雾就好。粉丝说了什么？参加分手派。你看到很多 N 兔前辈，好期待一下吧。不会，我怎么会被吓到呢？广州早茶，嗯，有听说过广州的早茶挺好喝的，挺好吃的。这样，但是马上，腿马上。真不过。那还是坐着吧。到时候去了嘛。还是要。睁不开眼睛是广州常态了。没关系，出。但是听说广州那边衣服挺便宜的，我们都不准备带衣服过去，我们就说。你们还是别。就是我们优重庆的时候，姐姐说都优回去吧，去了广州再买新的衣服。星光驿站。我已经到位不容了，我现在陈韵家会直接冲锋。早茶好吃吗？那真的会，他真的会冲锋。不行 ，no， 你们不可以内部消化，太吓人了。哦、可以。好吧，知道了。这是好吃的一个地方。陈韵家不是很能吃，对他很能吃，超级能吃。很多次，真的吗？中泰那里有卖衣服的吗？不知道衣服，他说去广州那边衣服好便宜的。太好笑了！不是啊，陈家不是广州人，只是他很能吃，他去了广州可能会冲锋，就在吃的方面冲锋。是不是？还带点衣服？嗯，带着呢，带着呢。我好多衣服没有邮回去，我只邮了一部分，我就得再搞个行李箱了，不然带不过去了，还得再往重庆邮。真的很烦，明天没课还要早起。有打折卖衣服的，正好到时候去逛。明天十点就起，到时候真有人吓死我。明天十点起来干什么？有人说十点他就要装修了，哦，还要进来装柜子，所以十点就起床。今天早上我在睡觉，小曼他们都被吵醒了，我没有被吵醒。不仅说，我不说嘛，就是他们都被吵醒了，但是我没有被吵醒。就我们一个床，我们四个人，他们三人都醒了，就我没醒。我现在也这样叫。先去剧场排练，对，去了要去排练的。什么小曼说的好伤心？我说什么好伤心了？想吃港式茶餐厅很久了。去了，我们去尝一下。你也要走，每天排练完了就可以，对，排练完了就可以去逛街了。他好像就是除了公演哈，其他就是没有事情的。要是我肯定不跑。我要睡觉，没有人能打扰我睡觉，直接就睡死。任何事情，对我，他们都被吵醒了，我没有被吵醒。找其他家粉丝，但是就是对家。好像还好玩，对。我们明天也休息，明天没有课。跟难得，明天我们要出去。明天我们要出去逛。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，好像都有课。谢谢野口贤雄送的秋天奶茶，谢谢。好像有一天还是早上的课，最讨厌。羡慕睡眠，就是。对，讨厌上课。今天他们都被吵醒了，我是讨厌上早上的课。
我就是，你要是下午给我排课，我就是起床去上课，我还会很开心。但是要是早上上课的话，就会不感觉成都出去逛也好热啊！上周去拍那个写真的时候都好热，那天还是没太阳的。可以先去地下逛避暑。去了广州，大家给我推荐一些好地方，然后我们去逛。开始上班，加油！广州可以和前辈约饭，不可以中大二前辈，等前辈也嫌弃我。潮湿吧？没关系，去了买。有防晒霜，只不过我把的要不去看场，挺想去的，真的挺想去的，因为我之前关注过这个女团，还是能有机会来看到我们。而且今天我觉得今天的哭声好大，这个搭配可以，特别是后面成都不仅外面热，室内就是你们喊 CKG，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中心只有房间里可以，就是我们出去楼道里巨热巨热都不想出去。私下约嘛，我问一个在西城蕉下看看吧。蕉下是广州吗？这么厉害，我的天，挡我眼睛的这个破刘海，你们都没力气。珠江夜游，珠江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那儿远不远啊，不知道。今天就在成都有风声很大，然后我们也很激动，我们今天就出去楼道里好热，我们一激动就忘动作。哦哦，对，你昨天说了是发生了，不是一个很兴奋的状态。今天大家都去梦开始什么呀？那不是我梦开始的地方。多喝点水，多喝点热水。对，进去还得买票。今天格外的热。珠江市中心。哦，我没有，因为我没有去过广州嘛。今天真的很。十六号有公演的，十六号在成都的最后一场公演。那就早点睡觉，今天格外的热。然后我们就走了。就不要熬夜了。离开广州，广州塔不知道，现在不知道，被迫，因为我没有去过这些地方。四天腿疼一晚上。没有去过这些地方。怎么了？受伤了吗？睡觉了吗？还是？十九号，对，然后十九号就去广州跳舞了。昨天打算早睡的，但是发现跟的这个发型好漂亮，谢谢。谢谢，我发现这个角度我刚刚好。其实就是下周还有公演发型，然后对，我们十六号还有一场公演，然后我们就去广州了。觉得太长了，我现在今天送车的时候有个。姐姐说她十六号来看不了公演，结果发现今天是最后一次见我，一下给我整泪目了。披着的话会有点热，就不是应该看过？我没有看过广州塔呀，广州塔在课本上有出现过吗？那把空调关了，十七号飞，不知道他还没有跟我们说什么时候去呢，还没有跟我们说什么时候去。白衬衫当花了，估计过几天通知吧，通知了告诉大家，通知了告诉大家。他就是包括今天就说我们我们十九号广州公演，我们都不知道的，真的不知道，就他直接就发了通知了。我当时知道的是，我当时是先从口袋里知道了。对，年薪怎么腿疼的？抖音上可以做女生，头发短就可以。哦，好吧，我可能没有刷到过吧，我真的没有印象，我真的没印象。可能刷到过，忘记了。直接录音，风湿病这么小的风湿病。通知很突然，他甚至没有通知我们，他发的微博，他直接发了微博了。嗯，一直都知道会去的，只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。年纪轻腿疼长个子，这什么？但是这个是事实。这个应该不会吧？他那个票都出来了，应该不会吧？什么票？就说十九号去广州的那个。对啊，已经出来了。应该肯定不会变了，我也不能百分百肯定。官博都发了，肯定不会变了。应该不会变了。但是你想，我们出道之前出道都没延迟。嗯，所以我不能说肯定。对，不能肯定。我不能完全肯定他不会变了，我只能说他既然这样通知，应该不会变。保证对，我第一次去广州，谢谢马高送的荧光海，谢谢。因为当时出道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还在剧场彩排嘛，结果。就晚上的时候，也不是先告诉我们推迟出道了，是在官也是在官博上发的推迟出道了。对，我们那个时候亮相本来是5月27号的，对吧？5月27号还是26号的，然后后面我们那天我们25号还是多少号？还在剧场排练呢。还在剧场彩排，很开心的，在剧场彩着排想着就要亮相了。好，我们在中泰见面，我也第一次去中泰，期待。结果就是我们看微博，就
就是谢谢夏雅送的星光一盏，我们自己看谢谢。但是就别说推迟了，好，就很无语。我们明天跟我们说，我们是看微博才知道我们那个时候亮相被推迟了，不，就是一整个很伤心。不，就这个中心，他上午又要开始他那个砸墙的声音了。今天发生什么事？今天我的安排都被打乱了，当时我也被打乱了。对啊，我们当时好激动，我们的倒数日，我每天都期待着，结果他推迟了。没事，你能睡。哦，确实，但是我不能睡。我昨天拉着小曼他们陪我聊天，聊到了凌晨五点。但是今天我说真的，我们他们要早睡，没人跟我聊天。要出道了，要出道了，就一直期待着，结果真的给推迟了。我们在想，会不会是瓜？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接受嘛。会不会是假？什么事？结果是真的。为了看我，看到是为了看我吗？我都崩溃了。我们不影响，我们剧场下班不影响我，影响他们，他们要早点睡，然后就没有人跟我聊天了。小曼他们今天都要早点睡，对，我们今天都要早点睡，就没有人跟我聊天了。我昨天就睡5个小时，我凌晨五点还拉着他们聊天，他们都附和我，只有我一个人说话。结果上午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睡觉，他们都被吵醒了。我的梳子上面还有贴纸，三对贴到我了，不知道住宿怎么样，希望住酒店。希望住宿给我的是不是很可爱？住中心再好我也觉得酒店更好。这就是上一个酒店，可以去找上上的酒店。昨晚上我都凌晨五点了，拿了很多吧，每天一把，但是会丢，就就是我主打的一个话多，我喜欢聊天。晚上好，他们到了五点，对，就是他们哥就是这是就是对哦哦，之前就符合我，不知道现在可能要很忙，很公司应该不会吧？就是巡演嘛，就是金木人讲话真的很搞笑，就忍不住听他，就是别人讲话我能睡觉。重庆一万四。再去重庆。别人讲话我能我们是重庆，但是我们第一个不在重庆里面。就是你都快睡着了，但是你还要笑一下，真的很忍不住，真的很搞笑。一本正经的搞笑。山楂姑娘，我最后穿。我下次直播换衣服，立马去上海排练。我今天是因为时间太着急了，我扣上。是吗？我们还要飞回重庆跳一场吗？不知道。谁说的？他说广州三场公演后还要飞回重庆再跳一场，然后立马去上海排练。我不知道，没有比我们知道的还多。你比我们知道的还多。但愿如此啊！但愿如此吧，就是还能记住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去找他。希望你说的是真的，因为确实挺想回重庆跳一次的。什么时候换？换什么？嗯，到应该住酒店。我住住你。换衣服吗？希望是洋葱老师这么说的。今天没有换。希望是洋葱老师这么说的。很想住酒店，就是可能住在成都住这一个酒店，把我住飘了。金木真讲话真的很搞笑，你们不每一个人不听，我都会伤心的好吗？真的，大半夜的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床每太特种兵，没关系，坐车不累，坐车在睡觉。挺文静的，他讲话真的很搞笑。时间太紧张，还好我坐车。我坐住了，我睡觉，我只要不是一直给我任务就好。他这么厉害，7月25日到8月5日，到8月50我回重庆吗？那就聊得很开心。结果一看5:30，这酒店总不能住进去，就怕住中心嘛。成都中心不能讲了，我们再聊一会儿。那个这个天都要亮了。5号的演唱会，1号才去上海。让梦真把这个天赋放到 MC 上。住中心自己还是酒店？以后肯定是酒店呀，在这你知道吗？在这个中心我都不敢大声说话，隔音效果好差。真的很搞笑，但是我又哎感觉像是三对，但是真的很搞笑，确实。听了这个不是说的是进了多少多少名才能表演？但是，这估计是现在 MC 没放开，慢慢来嘛，时间还长呢。7月25日，而且我和梦真还不是一组的 MC。到30，期待一下我们之后的一起的。我们一起讲 MC。反正今天丽丽讲 MC， 我没有怎么讲，但是我一直在笑，憋不住。到31号肯定还要成功，我不知道，到时候听安排吧。我比你还早，5:30还早。我们听安排吧。我们不是室友啊，但是我们经常一起睡。我们的室友都是住中心，就是对啊，睡觉都不固定的。想就是我们昨天是唯一梦真丽丽还有我们昨天是我们四个人睡的。我来这儿每天的室友都不一样，就要被管着。每天睡的人都不一样。我们出去你知道吗？他在4楼听见我们吵，其实我们不是吵，我们就是正常走路，但是就很吵。7点，你怎么不吃个早饭再睡？还不如住酒店呢。MC 就我们觉得玩游戏住酒店吧，比较能玩起来。讲的话其实没有。啊不，姐姐们没有说，我们就是大晚上让我们安静点，因为他们在睡觉。每天排的还不一样。对，我们就是今天想到哪个房间睡到哪个房间睡。
我来住我住中心这么几天，从来没有跟同样就是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睡觉的人晚每天晚上好，一鸣晚上好。也没有抽签，就是还没有说不知道。今天我在这聊天，我聊完就在这睡了。可是我今天就是这个。到时候说了，告诉大家。你真的吃了？你妈失去记忆突然没话题，什么失去记忆？很厉害，你妈竟然不说你。怎样不冷场？没关系，找我店员就不会冷场，因为我话很多。但是七点太恐怖了，从来没有七点。没听小妈说吗？一本正经搞笑。没关系，就我刚知道找我店员就是个尴尬。现在声音感觉软，我声音很软吗？我觉得。怕被刀了？不会啊，我这么温柔。声音相对于其他人来说，好多人叫我呆、就是。对啊，他们都叫我呆呆。嗯。去上海排练。唱歌都不能唱高音的，嗯、因为我唱不进去，我声音不够软。嗯，知道，就是公司已经和我们说了，去上海会有点累，困了，在哪儿就在哪儿睡。没关系，声音很一，说的对，喜欢没关系嘛。反正端午联合公演那会儿就比较累，那也可以。五分钟急速吃饭，然后可能是因为你没有见过我排练不温柔的样子。晚上好，谢谢晚上好。你今天我青春时刻才累呢，是刚出道，公演完了，当天晚上一晚上没睡觉。我随时打电话，需要视频重录，我就去排练厅录。你今天晚上才辛苦，让你别睡，八点还不睡，所以我都能接受了，已经，我已经被公司练出来了，这还不离谱，熬过去就不累了。以后叫小我裂开，新粉丝，没关系，我话很多的，大家放心，我话很多的，不会让你尴尬的。我会根据当天，你要我刚出道，你找我，你肯定会尴尬，因为我不知道聊什么，我裂开。我这么温柔，今天公演时间，我每天不同的状态。我看微博了，有给我的信没有给，我看到给星宇了。等你回家亲自给你改正，现在随你，那也挺好的。打简体字。谢谢初学的星光飞翼，生气了？是飞翼吧？写的是飞翼吗？我这是分，没有写东西。哎，我也不知道，是的，没事，一会儿就有人告诉你了。我也不知道。生气了，我还以为我没有呢。我觉得信很，就很让人感动。是，绝对是。好吧，下次吧，下次。星光，星光，星光之翼，星光翼展。简体字有的我都不认识。飞月。嗯，飞跃吗？不是飞。一会儿拉黑。统一叫什么呀？我没有拉黑过人啊。就是飞翼，可能会拍不过来。我记得，我记得有一天，但是我好想看，我好想看什么的，我就记得有个飞翼，但不是飞天。对啊，你不是我的粉丝，我拉黑你干什么呀？飞跃是99吧。下次给你，好，16号期待一下，16号期待一下。我想起来了，我记性超级好的。我今天看到星宇有信的时候，我还羡慕了一下下。我觉得信很，16号别期待。是为什么？16号不给我吗？是吧？我很。那15号给我吗？再不给我就没有时间给我了，在成都。就是飞翼。算，就飞翼。好，我期待一下，我期待一下小飞给我写的信。我今天看到了，我还羡慕了一下下了。想放音乐，但是这个中心的网真的很让人恼火。居然没有触发，你们去问代网，我不知道，就是口袋这个账号我也是第一次用。你们一直取关我，对，我也看到你取关我了，之前搜不是你取关我看不到，你突然关注我就能看到。别羡慕你，那只他晚上把。今天12点。我还说小学每天来看我直播，为什么不给我写信？要早睡，不然明天又要被那个。周周来了，周周来了。取关能看到，能看到吗？取关看不到啊，只是你取关我在关注我。对，小曼是06年的。你取关我在关注我就看到了。又不是不让我看的。我要去，我要去补个口红，我要去那边补个口红，然后我再回来。你要，我这有镜子。要吗？你有口红吗？有吧。好，也是就近原则，好吗？嗯，好，我口红在星云那里，因为好，谢谢小曼。
是小孩子，我和你一个属相。你不要这么吓我好不好？咱们在广州见面这么开心的时候，不要提花裤子了。还是不要提花裤子。不是，不要，是因为之前给他们讲过一个鬼故事，关于一个花裤子的老爷爷。那也还好啦，还好啦。我刚刚就是这样想的，但是我让我自己不这样想的。那你不好，忘记，请忘记他。那还好，请忘了他，请忘了他，谢谢。我们连接超时一小时呢。今天唱歌唱太兴奋了，都笑了。没有那么可怕呀，没有那么可怕。我讲话都讲不太出来了，就是肯定会有叫不出来了。当事人都不害怕了，你们害怕什么？不要害怕。这个发胶，不要吓人，不吓人，不吓人，就讲了一个鬼故事。他们说要到时候送我。我们是正常直播间，脑补了情节。晚上好，不要想了，不要想了，大晚上不要提这些事，大晚上不要提这些事，我们班新中心有点可怕。今天 MC 什么话题呢？女士问了今天公演的 MC 还是现在的谢谢，谢谢姨妈送的玫瑰花，谢谢。说点公演趣事，大家今天公演吗？ MC 话题吧，饿了，忘记了。今天不饿，突然想不到了。今天、公演前姐姐点的饭很好吃。今天的，我觉得今天的 MC 挺有意思的。来说一下今天开心。今天 MC 是真的没有提前不知道的。哇，游戏都是爷爷准备的。我来讲睡着了，有点困，看到了，生气。游戏是爷爷准备的，我想知道，他不跟我说，他不让我们看。不能总是歪左边，右边也要歪。对，在这里就不采办什么东西了吧，因为就要走了。办兔头回广州，我都没有吃，我来。就住不了几天就要走了。说的什么？麻辣兔头，我都不感兴趣。一桌五只粉丝，你混了。有没有特别累的感觉？没有啊，我觉得 MC 好像就讲的话 MC 不累，没网了，家人们不听歌了。 MC 不累，只是今天的 MC 有点逗，他不是好喜欢当主持人。我们的场控是提前定好的。我现在感觉我都要讲睡着了。我们的主持人是定好了的，五个小时。所以大家不要说爷爷抢戏啊，或者是话多什么的，是我们提前定好的。开了，我现在努力。睁开，谢谢夏寒热送的玫瑰花，谢谢。他很 MC 越来越放开，尴尬，就是一开始紧张嘛，慢慢的就好了。原来你们也知道尴尬，我以为你们不知道尴尬是什么。有没有想到两首歌之前就是站着讲 MC 的？是，你学好。讲完 MC 跳完两场舞，我说再讲 MC。精髓吧，谢谢小绿龟送的玫瑰花，谢谢。会不会对啊？是需要的，我们都是提前定好的，因为爷爷真的很棒。但明天给我们推迟了，推迟到十点了。他场控我们，而且就是比如说像我话少啊，他都会 Q 我们。谢谢他们，他很棒的。对，明天十点要起床，因为好像是要到房间转，房间里。对，之前可以一直无限休息的，没关系，这个是轮流的，轮流的，下次看是哪个倒闭蛋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倒也还好，我倒是没有觉得特别尴尬，反正又不是我做出来的，就玩儿挺开心的。接的 MC 真的挺开心的。主要我当时真的以为再跳一个，是轮流的呀，肯定轮流的。真的出道前，我当时以为我就被欣欣姐姐还有老师们嘲笑过。我不是故意看到陈明霞是白纸，我是不小心瞟到了。他们看到我是 CV 机福建，他那边是好空白的样子，那他肯定是空白。刚开始还特别聪明，扭头跟刘星宇说。投他，他是空白的。就刘星宇还说他也是空白的，他们说没有了，没有了。然后他从一开始就认定我是那个卧底了。就是我已经接受了。我还以为大家都和我一样的。可能因为就是他们之前经常说我，就是我那段时间确实很尴尬。所以卡比投的时候说，算了，把我投出去吧，让他知道，让他知道他投的是错的。习惯了。就没有想到我才是那个蒙古人，我才是小丑。他说：“我先把你的 case free 改成这个借问酒家伙。”我说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。” MC 进步了，又不紧张了。选择出去买水，
他重新打乱牌，不知道随机的吧？我们想换也可以换，但是我们都没有说想换，挺好的。对，成长的。旁边小曼，对，不止成员，还有经济姐姐。丽丽下去，他说旁边是小曼吗？我说对。嗯，对，是我。旁边不是啊？什么旁边？不只有成员。来了广州可以试试。还有老师、经济姐姐，全部都笑我，都是看到我就跳的那个。不是，是我们。他们还当着我的面放。嗯、老师安排的。就是。对，就拿着我旁边放这个。我们现在粉丝互动，我们经常会互动的，但是我们四个人的时候是跟观众互动不了，看我们的能力还不是很好，但是有爷爷在的时候，有爷爷在的时候他会控制跟那个互动一下。我真的服了，我现在要去找学校把它删掉。哦，对啊，我会卡比一起抓。一直没听清。但我们房间直播太卡了。我才明白啊，我说的不够清楚吗？鸡蛋。我们上次互动的挺好的，就是有几场也那个控场的。叫小曼，我觉得今天丽丽控场也挺好的，我一直在笑。可能大家看的没意思，但是我在上面讲的挺有意思。还没打，好的，那你要打什么？新粉报道，阿青科研所，好意思说这个，我等一下去给阿青告状，真是不准看。粉丝对话出现，为什么？第一次来玩，他没带你有广州。好。没有喜欢吃鸡蛋，就是我高中上学的时候，有时候来不及吃早餐，然后就会煮鸡蛋，就是会煮鸡蛋，然后带到上课，不上课，带到学校去吃。对，笑起来好甜，谢谢。喜欢玩，对啊，很喜欢玩蛋蛋派对。就是那个会高中的时候，就跟粉丝互动那个镜头会拍到你们吗？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天天在家玩蛋蛋派对。过年的时候，就是守岁时候，李诗和张丽他们就是什么意思玩，很好玩，很喜欢玩。一般不会，我也觉得一般不会，因为我之前复盘都恐怖了，但后面没玩。复盘的时候没有看到，会拍到粉丝。但是看训练就没时间玩了，好吧，前辈们好严格的，每天。上课都要上12个小时，对，都没时间玩手机，都和家里失联了。对，马冬梅你好讨厌哦，你好讨厌，你叫什么马什么梅？张丽，马什么梅？张丽那天突然想到接待用的，我说顶多都是粉丝背。我也觉得是拍脸一点。阿青和思妍，什么？阿青知道思妍磕怎么样？磕什么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卡吗？那你卡吗？我觉得我今天还好，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卡。你卡吗？不卡，一点都不卡。我在房间说卡了。我在我房间还会把自己卡出来直播间的，不卡。我在这里不卡。真的玩不来。我不木讷，我只是当时有点紧张，我都有点紧张，我一笑就会有点呆呆的，就是有点卡。我一笑会有点僵硬。不卡，好。我就说为什么卡刚连到 WiFi 了。我不是，我不是装的呆，我是当时有点紧张，然后我慢慢的会不紧张了，我就看着可能刚连到 WiFi 了，我真的无语了。慢慢看着就没那么呆了。就中兴的 WiFi， 你们这样有多烂了的？哎呦，有多不好吧？不卡，是真的呆。这个 WiFi 什么呀？谢谢平阳阳送的星光之翼，谢谢。刚说蛋子派对，可是后面没玩了，真的觉得小朋友才玩，不玩了。他是表情包 ，no， 不愿意表情包了。耶，不要你了，刚刚他自己连上的，我这个怎么还卡了？直播看见大家都在用 WiFi 直播，就会有点卡，而且这个点儿不呆，现在哪呆？现在一点都不呆。大家都要用，可能确实会卡，但是我平时用它刷视频。哦，直播看就是只用流量。直播看公演吗？看着会呆吗？那我。现场看，我也不知道现场看怎么样，我不知道。我现在不呆了吧？今天我下班的时候，他送车的时候，还是我进步了，说几两场没看，我说进步了，一点都不呆。从来没有这么困过，我眼睛说还挺精神。你昨天睡太少了。拉一条网线。不过我没用，这个看看。可能就是是不是有点卡，没关系，我不用，我有流量，一个月每次用不完60多G。就是你有朋友来现场看吗？
你有朋友来现场看说我很呆吗？我不是很想摆，我不是说想摆脱他，我只是说想进步。怎么这么快？我受不了。哦，他说，哦，知道了，我今天见他了，他说我呆。好吧。但我今天进步了。广州站的，对啊。哦，那个男的，他是广州的。你是都睡着了吗？还是怎么了？羡慕电我，电我你也可以啊，电我一下。现在给你们直播睡觉，用12点还是12分钟？12分钟。知道。嗯，我今天你朋友和我今天和你朋友说让。我今天那个 MC 拍到思妍的时候，我还专门换了表情了，但是我还没有复盘过眼，一会儿看一下。你电我讲一下。广州有渣男。没看懂什么？我朋友和我。广州有渣男有三，太可怕了。太可怕了，一定要去试验一下。你和我电话。19号。你讲下了，我讲下了，你讲下了，我讲不起来。那个是广州渣，他不是说你是渣男吗？这个睡觉好，真的吗？他不是人家那个不是成都的吗？帮你电我那个。嗯。这个睡觉。但是发言不好意思，明明就不说话，我真的睡着了。没关系，到时候咱们不是要广州见面吗？啊，广州和你，广州见面。那你讲一下啊，那可以，那没问题啊。我不能讲，你可以讲的呀。电卧。对，只不睡觉还是不是很敢，但我挺想。是吗，三月老师？我这头皮。自己聊自己的，我在这睡觉。嗯。也不知道上次是谁，但是现在还是因为电卧听不到人家说话的，他知道。小曼，嗯，广州渣男是谁？我知道。哦，怎么了？他说你知道。对，我是知道。怎么了？广州渣男现在到你直播间吗？他没有在。谁跟你说？谢谢何处寻送星光之翼，谢谢是洋葱说的。他怎么这么火呀？大家都知道他。因为那个广州渣男老帮洋葱垫卧。哦，广州渣男。那广州渣男他不是成都的吗？不在。广州渣男成都的。啊，我不知道啊。他说是广州，对，他说他自己是成都第一深情。哦，那为什么说人家是？那会有点意思，有点好笑。我突然有点想看我二三，应该是我夹不起来，我是真夹不起来。他不是成都的吗？看他每场，看他经常会在。嗯，我真的是夹不起来，家人们。太好笑，你不能说人家是渣男。我不是惊吓，我们说他是渣男。因为我姐姐还变厚了。可能今天造型姐姐不一样，他所以他推谁呀？我做头发，我以为他只是帮电我分上去，然后有的时候会放上来，所以感觉会不一样，不重要。哦，广州渣男那是公认，他说成都第一深情那是自称，广州渣男是公认。歌吗？看了那我还只看了副歌呢，有机会挑一下。他都推，估计，但是他不推我呀，他不推我。估计这个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推好很多。推的很多，他不推我。那我看了一下我们后面的，他推很多，他不推站在，但是他不推我呀，我没有见过。在哪？说明天休息。不知道推哪位。外面行程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好像没怎么见过他，我每次见他就是过来电我，居然不推我。对嘛？谢谢发发姐姐送的金光棒，谢谢。嗯，可能要等到。对啊，他不推我，我都没见过。是他每次过来的时候就是，一看他过来我就知道他帮电我的。造型姐姐也是这样脾气。你们是不知道，我们之前彩排的时候，是那个镜头是怎么切的。对啊，他为什么不推我？那镜头，就是从来没有抓到。就是，居然不推我。就是那个镜头都是养成，就是你们彩排的时候，每一次看都很生气，就是到你的粉丝不拍你，不是你的粉丝站好不拍你，就是那种很无语。但是后面慢慢养成好了。那个舞看起来太累了。还好，就是动作有点碎，学下来可能不是很好记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后来三个晚上好。对，全部养成。对，从哪里看出来真的很深情的？不是，谢谢后来彩豆送的荧光棒，谢谢。鸡兔的镜头其实挺好的，别人能捉的就是谁唱就能对到谁排练的时候，别人彩排的时候谁唱就对，很深情。可能那时候没有认到我们对的。发发姐姐很好。发发姐姐很好，每场直播都在。我们广州的粉丝，我们中泰的粉丝也很深情啊。看中泰公演还能，因为我们记得，就是我们不是我这边店员电过我，就是他们可能是要先搞完 G2 和 C2， 他们
基本他们的卡比没关系，下去来搞我们的。是因为我卡比是室友吗？他们工作量确实很大，48首歌，多紧张，就每首歌就是洋葱老师每场都能顾得我，太感动了。嗯，刚开始确实。我就这么马高，我都不好意思戳穿你马高。我看你给，我看到你在别人直播间浪了，不提你们。越来越好是可以的，这么浪，不知道，就是咱们直播间好多人都是这样。就比如马高，真的是不想戳穿他。好了，你刚刚是不是在说广州渣男？他已经到我这儿来了。啊，成都，他说成都第一深情是自称的，广州渣男是公认的。对，好像是常态，是这样的。昨天找钱没关系，我因为大家都就是大家都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，其实你们浪，我都能，我都刚刚梦真问过，我都能理解，我不说什么的。是但是梦真，梦真就是比如说咱们马高要这么说的话，嗯、那我就想戳穿一下。广州渣男是谁呀？然后他们说小曼知道，我就跟他说了。就是不好意思，前天找萌萌真的很火。他敢，他要敢，对，不理解的不接受。今天扣真的声音好大。前天找萌萌萌，萌萌萌是谁？扣 CK 记萌萌萌是谁？那个我真的想很想马高都不解释一下，我跟姐姐说今天不理解不接受的什么呀？是查水表吗？开心所以让这么做。我后面不是经常查水表的，我就想哭了。然后姐姐说：“那你哭不是经常查水表？”那真让我跳，我只是不小心碰到了，很奇怪吧？跟这么浪漫的一谁家跳舞这么三元是吗？但真的好感动，今天好像没有看到过。谢谢和祝看今天看到三元了，就是看到三元在妹妹的口袋房间说话了，奇怪，也不知道谁这么浪，新的下睫毛，跳舞，自己的下睫毛吧，跳哭了还不奇怪，谢谢，因为今天的妆光是公演的，回来就不想补。三元是我兄弟，对呀，有两首歌在听，对呀，也今天在妹妹房间看到了三元老师。看到了三月老师说话，就听着就你说你在黑我，就咱们就哦，幸运小柯就是广州渣男，我没有黑你，是他们提到你，他们黑你，我没有黑你。成都第一深情嘛，对，洋葱，就是因为我后面我要点名夸一下洋葱老师，很棒。我会把那个阿凡的声音开大一点，因为有时候抠的，特别是面膜抠的声音很大，我有时候反正就是看到我自己就是昨天和今天不小心看到了三月，还有我们的，但我开这么大都能听到大家现场马先生，真的很。对，很就是开心，很感动。我真是成都第一深情，对，跳的我说你成都第一深情，我没有说别的，我没有说别的。姐姐真的是他们在直播间刚才小提了你一下，我可没有黑你。不是，我跟你们说，是你先说我呆的，你先说我今天公演呆。就是我们那时候要亮相，我今天公演明明就不呆。有彩排嘛？然后彩完排我也哭了，就是然后他们就提到了说你是广州，我是没有讲的好，就后面那个就什么接下来的新团新团员，就最后那个小番薯，就是什么呀？小曼可没有黑你啥？他说旁边那只小番薯黑我是吧？什么一个广州渣男？终于，谢谢初学的星光驿站，别踩上我，反正成都地区还好。不是你们具体我每个小偶像并不包括我彩排的，他对每个小偶像都深情，但是并没有对我深情。彩排，我最后彩排第二天就上台了，6月2号，早我的青春时刻早就过了，6月11号好像就过了。然后我就有点出道及青春时刻，就是要说大家好，我们什么都不懂的情况，然后还要说音乐季都过了，对我们全都结束了。舞台上，其实我写了稿子的，你们看那出道微博都知道，我写了很多稿子，这么多。就是口碑，就是其实说那天没有完全说下来，因为太没有。我信你是成都，我就忘记了第一深情，但是这个深情没有包括我，对每个小姐包括我。记住，然后还蛮青涩的。一下没忍住，觉得自己没用，我就哭了。我去看录播，我眼泪刚流下来。要搜那个，因为台下大家都在台下。我的恋爱告急，青春时刻。看芳芳姐姐要给我安利了。今天别哭，明天再哭。对，怪不得上周成都电闪雷鸣的，吓得我们都不敢睡觉了，凌晨3点。你让人今天原来是，明天就不原来是我们的幸运小柯在成都发誓呀！什么三元听出去了？不要提暴走少女，就看我的恋爱高级就可以了。我青春时刻都可以看看。对，我恋爱上那天真的哭得好惨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就是很感慨。就是你现在你哭的还怪搞笑了，你剪出那关斗视频抑扬顿挫的声音，我不知道有那么多人。就是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已经养成了。对，但是你再对搜我，直接搜我的青春时刻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没有说，我只是念了一下，念了一下，
洋葱老师的话，就是念了一下洋葱老师的话，我可没有说，不要给我扣问号，就是吓到我了，就感觉自己完成就是梦想，就是站在那上面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。谢谢芳芳姐姐安利，看到台下有观众，然后还有这么多人来看我们，太乖，再加上我们队嘛，就是跟其他队不一样，都可能今天不来看，没来看过我，就是、今天他提了你一下。就是有一种想做好的成都申请并不对我是对你们应该能懂，然后就是跳的时候整个人就是在喊就是喊人上阵的时候，对，好感的芳姐在努力的安利我的，就是主要是很感动，就是亮相首演那天我们喊完原阵，哦，他推星宇，后面不是要放那个谁谁谁，哎呀，做的是呀，星宇早就直播了呀，还喊 call 我真的好，那个时候我都没有想到，因为我不知道，嗯。我不知道，就是我看了你一场有这种环节，因为我啊，今天一场都看我的吗？然后我当时哦，新元前辈，好吧，新元就是很你的推直播了，你该走了，又开心又难受。广州渣男，我没想到是这个样，开心憋着，就然后就是又开心又难受。刘新元前辈直播了，你该走了，拜拜。就是这都能，就是跟我们喊，就是原来。就是心里面我也咋知道，怪不得呢，是星月前辈没有直播呀，所以你在浪呀，讲不出来，就是、知道了，再来一次我还是因为本能反应想到自己本团的人嘛，特别是亮相的时候，就是拿着话筒，还这么多一样的话筒，就是一想到自己就是已经出道了，就觉得有点不真实，看大家都很清楚你啊，都知道是星月前辈开播了就找你，就是很不一样，那种感觉真的很不一样，虽然现在出道后的。就是那个生活跟我看他在眯眼笑，就是他眯眯眼笑，我有那个画面了，还是会过那个画面了。就每次他电卧的时候，他帮严凤电卧的时候，很累，但是我还是很开心。我洋葱老师对，他就举报说洋葱老师，我说洋葱老师又在看出他的公演呀，然后他就会说，他就会跟我举报洋葱老师的一系列行为，然后他那个时候就眯眯眼笑了，星光能有那个画面感，特别逗。对，说的好，很多一样的。真的很有趣，对他们都可有意思了。对，就是因为我看过公演嘛，洋葱太是太精，就是我现场也看过，我没有黑你，我没有黑你，杨松老师知道这个事情，我没有黑你。但是也你不是去看星月前辈直播了吗？就是那个播放动画的时候，大家也很哭，就是很感动。哦，那个时候在说真话。星光驿站，真的很开心，现在很开心，而且我觉得对，昨天晚上先说你去了中泰，后来说你看的地方，就是公演前就是化妆的时候，就是都是很着急，每一天就是公演原来是在说真话，后台都是整个慌乱的。这好像是个 JK， 是我买的是 JK， 那就不一样了，是 JK， 就是只要是站在台上，就是真的就是老王弟开心，就只能这样说。跳着你们都不知道杨素老师行程吗？天哪，只有广州渣男知道杨素老师行程。他跳这么久，有可能跳一年，有可能跳半年。就是 JK， 就是 JK。或者上台前是有很多跑的情绪。兄弟，我不知道呀，我不知道，他就那样说了一下。当时眯眯眼笑的时候，他去看地，就是各种各样的，真的从来没有想过。哦，我记得我买的就是。我感觉只要站上去，那个音乐响，跟小曼有一个是一模一样。然后那哭声一喊起来，晚上好，我就感觉我真的能忘记所有事情，我除了。我忘记动作是因为有时去看你们了，真的，我不能看。我记得我有一次，我刚出道那会儿是 D.O， 我是什么？不知道杨素老师穿的什么 D.O， 都是为我们而来的。对，很激动，就是应该就我站台上就很开心，就跳舞的时候就没关系，跳公演的时候就很开心，就不一样的，就是没关系。难过的事情，杨素老师不去看 D.O，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看的那个。粉色的荧光棒，我忘记是哪一场。那我就知道，数着这么了解。杨宗老师，不是我是在干什么？我去看谁直播了？打别人，我说。不知道杨宗老师去看谁直播了。就是，其实。还杨宗老师不解释，他们开小差跟上课一样，憋这么久不解释的。全程，就算这个公演真的跳了，就变了。你看，肯定你刚叫他，今天造型很搞，说自己拆了刚编了一下。看太多。对粉丝宽容，根本不宽容，好吧？粉丝多带几个。都把你记那个。好，你们多带几个，上了我就知道你们是广州杀了你们。你们是我的粉丝了，就是如果你们是坐着的话，因为的话，我的图都跳完了吗？我都要去广州了。他们也是粉红素，就是我有时候会不知道，所以有时候会不知道你们。咱们带我，你们多拿几个，我就知道是你们了，好不好？你还让他带你去 ？MC 时候再看。还好我没看，头皮还好吗？其
今天都要没电了。头皮破了，所以回来直接拆了头发了。没关系，对你们以后对还没发我的，我都要去，我都要去广州跟你见面了，你还没有把我头发完。我问我说，怎么会有人这么幼稚？然后跟他们说他们笑话我，我真的服了。过得很快的，后续还有其他事情没办到，是有效果。他们涂口红。对，为什么不给我发完？一起发。三点上线晚上还快点发点，英妈她都说了你最慢。那倒也不用，真是六月二十四，六月二十四的图，这马上都七月几号来一次，你们还没发完，我就能记住两个礼拜了，每天就忙着看，看公演，看地偶，看别人，然后给别人挑图。但是你们得跟我说，就如果没来过的话，你们看到我第一次还不感动，我说我就能读那个入场须知，在广州读还不感动。你不用说了，你真的每次在那儿，如果哪天你不站在那个地方，也不知道姨妈每天在干什么。站在那个正前方的话，我都会不习惯了。不感动。白白胖胖的样子就行。不感动，为什么？会轮到你。对啊，去广州公演的时候就是我。为什么不敢去？为什么不敢？用粤语说，说不了一点。姨妈忙着什么？不能说吗？不能说吗？没关系，什么不行？不可以。哦、但是我真的，我看一次，我大部分都能记住。我以为我会在成都的，没有想到是去广州读的。鬼混回来了，去哪儿鬼混了？对，超飞后面就是你们三个，永远不变。确实，你们不真的吗？会不会太我可不可以只读一遍啊？就读一遍普通话。看着不像没关系的样子。去了广州第一场就是我读，没关系，没有的。你看你们几个人就骗我。看深宫好吧，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。我是一个很大度的人。你们没有骗我吧？你们没有逗我吧？真的不读粤语会扣钱吗？我但是我不会说粤语啊。谢谢草间立刻送的星光之音，谢谢。去怪别人，我也不会伤心的。真的，真的，你们去看别人，我也不会伤心啊！我最多就是一个人躲在被窝里面。你们好过分，你们还不过分，你们跟逗猴一样，就是。嗯。我就读一遍，我来着，我至于去学一下吗？你们还有整活群？鱿鱼圈送的巧克力，谢谢。那在成都最后一场，来，我记一下是谁，我记一下你们几个。洋葱，马高，对，三元。其实我刚开始击掌，我第一场我记得我手眼击掌，还有李王就很，因为我是打得很疼的那种，讨厌死你们了。比较大，我就很使劲的击，然后姐姐跟我说，不能这样，然后我就收敛了一点，后面我站后面去了，就不太会学的会有，可以，那就学两句吧。不会看别人的，好的。您好，晚上好。我们的天秤座就我们的。广州赵楠回来了。对，今天这两天粤语，我平时我去学自我介绍吧。那之前姐姐说不能录太大，我真的很不学个自我介绍。然后后面站在后面，反正姐姐看不到。就是我成宝贝了，我之前都是。你是我们现在这个申请名单里都没有我，就你宝贝好多。我现在也大一，不对，我现在。你们又骗我，成员粤语自我介绍，我要生气了。你感觉你好像今天漏了一个人，但是那种是漏了一个人，讨厌你们，你漏了谁？天哪！讨厌你们，主要讨厌洋葱。那没有前辈那么用于前辈那个。到时候在广州击掌的时候，看跳你们击掌，就看那个，不跟你们击掌。我问他们，我说这个这么使劲的是谁呀？我说看他手都红了。他们跟我说是黄逸轩前辈。我说他真的不痛吗？像搞研发的，就发发姐姐在认真的告诉我。贴一下，那个。但是可以不学吧，我们又不是每个人都会。内力，我就是看起来没使劲，其实很使劲。嗯，可以用力的，好。没有啊，广州就讨厌你们几个，就三元、洋葱、李玉王，你们在逗我。打到脸上的话，好尴尬。但可以不用粤语自我介绍啊，不是不会的人。四人是四人的那个。哦，那我悄悄说。怎么了？没有在跟他们斗呢。
悄悄悄说，只有我自己悄悄去学一下。你今天开会的时候，你们不要去别人的，告诉他们、就是、是卡比还是谁过来说他今天被跳机长了？就他们三。然后我们悄悄说，我只有我自己去，对，一起不让他们知道。卡比，对他，对我悄悄他跟我学一个，他说自我介绍，他打算拍上去的，然后这样拍的，然后一个人后退了一下，这样我后退了。什么怪？我也想听。我之前也被跳过什么？对我们队都觉得。被跳机长是很正常的。不要去别人说，只有我自己悄悄学一下。就是我们之前有一次，就是一个粉丝跳了我，还跳了小月，还跳了尾一，跳了很多。我也被跳过。对，梦之前被跳过。这个无所谓嘛。那你们后退，那应该不是你。一开始还挺伤心的，后来都是文字。对，一开始还挺伤心的。后面觉得哦，原来跳机长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你可以去吓他们。对，是端午联合公演的那次。你们的会有会，好像猪猪会有，再让猪猪叫一下。嗯。然后那时候我们也在很外面，然后摄像机好像也拍不很到。啊。大不得记两次，都开始习惯了。我吓一下他们。我们队都挺习惯的。我们刚开始有人被跳机长，他们都是很惊讶的状态。我们现在就是。但是确实有跳机长的，对，很正常，我觉得，这很正常。我们以前还会围在一块讨论，三海会出头，还会说谁呀？三海，鲤鱼王、杨松、英妈，再讨厌谁也不会跳。机长也是公演的，反正被跳过，对，没办法。宝宝，他们甜甜机什么？他们说到时候咱们要用粤语自我介绍。粤语？谁说的？很吓人呐！谁说的？我不要。你们听到吗？他们说我们到时候去广州学院要用粤语做自我介绍，就是我一整个，我等会儿就去学。我跟你们说，就是广州渣男，他让我骗一下你，他说吓一下你，滚呐、啊，无语，吓他，没有，他是骗我的，我真的，我把他戳出来，他给我扣了一堆问号，肯定会的，真的吗？没有在那个。是肯定会有那个跳机长是违法，不是可能就是自我用粤语自我介绍，指机长他喜欢的人嘛，就跳我们。可这个没 WiFi 呀、啊，星月不会，就是、卡比好像会吧，我学会发语音给你们听再回答。我其实之前训练的时候跟这个海英是广东的，我们学过几句，还学过我的名字呢，忘了现在。等一下拿个东西，看这个说话应该是。小曼不会的，什么东西？他说湖南人不是会粤语吗？然后下面谁说湖南人会粤语？有人说湖南人不是必须会粤语。谁说湖南人必须会粤语的？谁说的？我怎么不会？没电了吗？看他这个情况，谁？我有电。好。看他这个情况，小曼是不会说的。他是必须要说还是？没有，他们在吓我。他们说入场须知，因为我去了广州念第一场入场须知，他们说要用粤语念，我说啊，哦，我去广州刚好是你对吧？嗯，他会湖南人，浅学的不是广州，为什么？这是广西人才是，这是为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真的学学，我记得之前还下那个就是专门学杨宗老师怎么知道呀？怎么知道他会？学了一天，怎么着还也会？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开会，他说你们可以语音翻牌，但是我觉得不能，像是请学了一下。他们只能给我打字，我是语音的。深圳才是湖南。对啊，杨松老师怎么知道的？真的哦，我好像有两个同学现在在广州。哦，我旁边是孟真，呆呆，是孟真。好吧，他现在已经爱上我，哦，不是黏上我了。他现在睡觉都是和我们一起，这声音没听出来，是吧？声音对你说那个，我突然觉得鲤鱼王说的好有道理，是不是你？不是，今天和呆呆一起睡，我们昨天就和呆呆一起睡的。对，不是，就是、不是，不是啊，不会肚子疼的。他说话是很快，我现在又给你们说一遍，你们刚刚的没听到。金木真昨天晚上跟我们聊天，我们聊到了5:30。都是他一个人在讲，我都已经快睡着了，我突然要笑，他讲的真的很搞笑，
任何一个人不知道他讲了多笑，我都很难受的。嗯，就是梁宋老师那个朋友是不是就是你？你去吧，广州十九号公演是中国民谣四次，就是湖南客家人会说客家话，你都不看，哦，呆呆来看我，他真的很呆的，没有，其实呆呆确实很呆，不是不是，很可爱，和张丽一样可爱。哦，什么年纪不大，我儿子不小，什么意思？哦，人家演艺的，我记得。那相信人家杨宋老师，不想辜负每一个说的话是真的。喜欢小曼的人，你这么能聊？对呀、啊，不是，我挺能聊的。就是公演的舞台，慢慢我会，大家会发现的。现在那么可爱，会带默默一起洗澡吗？那不会，默默愿意和我们加入我们吗？啊，破防这么晒的，什么破防？默默好像有点害羞，人家有点害羞。什么破防呀？现场听众吧，我跟谢谢鱿鱼圈送的巧克力，谢谢湖南人会说的话，那是跟他才不一样，不是我不是，我真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，我还是比较信杨宋老师啦、就是大家平时可能比较喜欢跟我聊天，就可能我这个人比较搞笑，对，遇事难容的人那浴室挺大的，洋葱不好吃。对，我们这边我们二楼的浴室在还没修好，我们这两天都在三楼上面。他邀请我一起洗澡，他的浴室都不能洗澡，谢谢，都得去我们那里洗。谢谢初学的两个星光驿站。嗯，对，有确实太少了，越拒绝拉梦梦一起吧，梦梦好像也不大那个。炖个咖喱，多放洋葱，不喜欢吃洋葱。嗯。一起洗澡的，赶紧给我多打两分，好，谢谢。浴室修好了，只是他们的二楼突然浴室不能用了，得去我们三楼洗。跳过这个话题，不要说洗澡这个事情，真的。梦迪又要来查，不会吧？梦迪下播了吗？你，我刚刚说好，我跟你们说好十二，他们今晚播的怎么这么多？但是一不小心又跟你们聊去了，他们就不是，他们是本地芒果的星光驿站。哇，你粤语好难学。两个星光驿站。谁说我接受不了和一起洗澡？我是接受不了和所有人一起洗澡。邀请几次的粤语说不就从了。一起洗澡多害羞的。不大可能，他说不，那就是真的不。开胃用的啊，不喜欢吃洋葱，不喜欢吃洋葱。在重庆的时候邀请过。他洗澡很好吗？可以吃的是吗？可能每个地方就是知道迪迦奥特曼，迪迦奥特曼什么？你们重庆什么可以吃啊？洋葱吗？不太，其实我不喜欢吃，不太习惯吧。我们这种丹尼斯和杨总是洗过澡，一说明我们有话聊。对，一点会有一个晚，我不喜欢吃洋葱。我明天十点起床，我明天十点就起来，我真的，因为明天十点还行，就还行，起床三十吧，再十五分钟。这些是来呀，湖南大蒜和洋葱都不喜欢吃，为什么不喜欢？可能因为我说啥？你猜？不是，我们都不要告诉他说了什么，我们都不要告诉他。不是，因为我和丽丽就是因为就是哦，经常暑假就睡，就是有时候他在我家，有时候我在他家。我问一下。就是经常会一起，就是就吃晚饭吧，吃一点点公司点的，然后就小曼迪迦奥特曼是什么？迪迦奥特曼什么？迪迦奥特曼？他们说可以问问旁边小曼，迪迦奥特曼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，他也不知道。什么迪迦奥特曼？我们不是，我们就是习惯一起。谜语人滚出中。然后后面唯一加入了我们。哦，是这样的呀，原来。五个小时都可以，更何况喜欢吃什么？五个小时，对啊，我睡五个小时，就是这些饮料啊什么的。上公演喜欢吃香菜，但是不喜欢吃洋葱。但明天就不一定了，我明天想好好睡觉。还有，就是明天好不容易算做事，不喜欢吃，就是喜欢吃香菜，喜欢吃醋。对我们同学，对香菜好吃。高中三年的同班同学，然后家还不很近的那种。还有这个奥特曼的名字吗？你们好会想哦。对啊，我们一开始是想去上海的。这都能借，我借不了香菜。想着暑假去面上海，顺便去上海玩的。
都是山醋山鸡尾，对，但其实这里的醋也可以，只不过它它不是很酸，但是没关系，多放几包就可以了。然后就报名了，谁知道？谁知道啊？缘分，缘分，居然见不到了，见不了一点。加入，对，加入。我小时候还没有多喜欢吃，后来可喜欢吃香菜了。更多的人愿意加入，而且醋也是，后来好喜欢吃。我有今年的 CGT， 我超级喜欢吃辣，但是我的、就是、我在又菜又爱玩，就是可能吃不了那么辣，但是我喜欢吃辣的。然后就是报的那个时候，然后我收到面试通知。对，我们 MC 讲过，讨厌之二就是超级讨厌。我该怎么说这个时间线？嗯，我都自己快忘了。就是我还其实我在报 CGT 的同时，我没有什么很不能吃的。好像是重庆的姐姐，但是我那时候不知道那姐姐是重庆的姐姐。上次吃折耳根，直接把我吃吐了。跟我说的可能去广州，活这么大，广州、重庆、成都都是可能去，这样说的。第一次吃那么难吃的东西。在那姐姐就是在这姐姐那儿没过的话，我再去，因为我的成都也收到了复试嘛，我再去成都试一次复试，成都也没过，我就等暑假去面上海，然后结果一下就过了，谁知道啊？准备去面试，你组面什么试？面馆没错的，对吧？你吃面肯定要放醋对吧？不是很。那你说待在上海是吗？上海的话，我觉得我过去的可能性很小，感觉不是他们会喜欢的这个行，过得性很小。我可以吃榴莲，我也不吃榴莲。我们也算开拓者吗？整点吃的，我吃播，我们也可以吃播啊。你这个很搞笑，像广撒网。其实广州人吃面放红醋，还有红醋呀，我没有见过红醋。红醋是什么？看到的就是红醋是什么味道？只知道那样倒醋的，对呀。就是，我就想多试一下，总有一个得过吧。要带伴手礼，我要是带什么伴手礼？三个面试都没过，我太丢脸了吧！吃火锅蘸酱，我也加点陈醋，对我也加芝麻酱。对，我也觉得香油、香菜会过，但是就想去试一下。对，山西就是面比较出名，各种面食。3.0版本，带一捆鱼腥草，你还不过分？我一般加香油。对呀，我说了。就是我们芝麻酱、香油、香菜，然后醋，然后那姐姐跟我们说，我们过去就是如果那个姐姐好像就是很喜欢，对啊、我感觉我还没面试，她都让我就是有那种冲动让我签合同，你们懂吗？香油面快说，我喜欢吃面。以后就是出道的话，可就是在广如果是不喜欢吃面，出道就在偶盐，你怎么做我都不喜欢。我在想偶盐是个什么东西，我那时候不知道。我去搜了一下，偶盐是偶盐，但你偶像最讨厌吃什么？偶像研究计划，我看你家离黄河近吗？黄河在哪里、啊？然后我就大致的了解了一下，对，因为我2月份就找到了那个姐姐，但是我跟她说，但是我跟她说我三月份才有时间过来面试。我觉得芹菜，然后我没有那么讨厌，但是我也不喜欢。我说我就看，我说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这个，对，我不知道，哦、我没有去过黄河，没有，就是没有。朋友是就是粉丝嘛，就是了解这些的。Oh. 我现在是我们那坨里面最了解的，我就一吃就吐。在要面试之前，我就疯狂看这些东西是什么。还有香菜吧？对，对，就是跟我说很多。是的 ，YYDS。对，然后我也快结束了，好像说他们不是快，准备不是快回来嘛？想去上海的，联系到这个姐姐，姐姐说是去。那范范姐姐，见丹尼斯知道带你们伴手礼了，带芹菜。我就开始了解广州哪些前辈。大致了解，看过广州啊，那是路过，我没有去过。结果后面其实准备去面试的，啊、因为面试是3月11号、13号，准备去面试的时候又出来个2月28号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又来了一个 CGT 1期生，不是我当时想着成都耶，一期生这个跟还是这个比广州发姐善一点，我就想着我要不也报一下，我就不要带花裤子，什么都可以。广州的那个没过的话，咱们就去成都再面一下。那我们那个 CGT 的吧，为什么跟姐姐说的是广州对吧？然后我就想报一下。哦，懂了。最后准备面试的时候，姐姐过来说：“姐姐喜欢吃山东大葱吗？”我觉得葱吃的也好。在你是想在广州面试呢，还是在重庆面试呢，还是在像那个芥末油一样有点辣脑袋？我很喜欢重庆，就是之前就很想朋友去吧，去吧，去买吧。玩。点外卖没说，那不重庆吧？我就想哦，我吃不了葱。玩一下什么什么的，重庆吧。然后就选了
来重新面试。但我们见新人，我们也要，妈妈就不是我们见那个前辈，我们也要叫去哪儿？也要看前辈好。这个呀，不确定的啊，不一定的是有可能去，然后就没说广州的。什么呀？是搞什么呀？去那个成都，也有可能到。我们见前辈都要叫前辈好的，那个很好吃的。CGT 一期生是同一期的，川贝酒。酒不是已经很辣了，那我应该会去成都。那我应该是大葱蘸酱，越吃越胖。看一下你不是广州的吗？哦，很辣。对呀、啊，我就说嘛，酒就很辣了，然后吃大葱不是更辣吗？这么想在偶然。我们不搞这套，我们自己拿嘛，为什么要让别人帮拿？反正我们都是很有礼貌的人。那驼人就过了婚礼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另一两个人去面的是，我们本来有四个朋友，但另外两个跟家里人沟通有问题了，我和丽丽就过来了。哦，对，哦、就是那个金曲结束的时候，我就直接报名了。我应该是第一个报名的。然后洋葱我不喜欢吃，就是我吃过，第一个报名的吃了我觉得好辣，所以不喜欢吃。哦，一次五块钱。哎，我也可以去干这个呀！我可以去。他这种赚钱方法，这不知道这会有没有？那个时候呢，重庆面试可以的。真的就是因为喜欢新的赚钱方法，就是想吃的很爽，就是我觉得吃的很辣，就这种就挺好玩，真的是就是没有想过以后。现在不吃了，就想着面试没过我就当怪女，少喝酒，下次再去成都再试一下。不，因为那个时候。就是我更想的是就是去和冬瓜成都我都不喜欢，那个正式的面试，酒我也不主动喝，正式。然后大葱也不吃，这个可能就是缘分吧，他一下偶尔会在哈，就不要经常喝。我也没想到，对身体不好。我们来，还是喝茶吧。广州的听说广州的茶比较好喝，到时候期待一下。还记得那话吗？到时候去广州喝茶。结果公司一个人都没有，就一个。对，不要喝酒嘛，就一个姐姐。那天面试也是一个姐姐，好敷衍。对，少喝酒嘛，酒对身体不好。喝茶就吃吃吃。喝茶不是喝吗？没有，怎么能想听我当时知道自己是 C 位的那个心路历程吗？茶点心，我都没有听说过。去了，对了，加油姐姐一下。大家怎么都知道加油姐姐？对，就是加油姐姐。嗯。嗯，就是去了去吃。那个时候我们是这样的。鼓足勇气，不是看到公司太破了，是因为要面试了，哦哦、这样有点紧张，以吃为主，有点紧张。第一次看吧，我觉得你们跟我说好多，其实我都不懂，我觉得得亲自去见了才明白。我们是这样的，就是三月，红米肠，三月底有一次考核，28号还是多少？红米肠有次考核，五六个。嗯，做攻略吧。啊，太麻烦了，没事。去了之后，我们一群人的，然后他们肯定知道的。一首歌，就学了冬日还是什么？红米肠去了以后尝一尝，对，然后广电调制，有听说听到过，明天去，不是明天，什么明天？你们都给我做，洋葱也给我做攻略，让你们广州的，不知道你们说的是喝了难过酒吗？我们这边 staff 好像大部分都是去成都的，喝了难过，但是喝完也挺舒服的，就是好多心里的事都能。谢谢后来他们的荧光棒，都能怎么说呢？然后就是学了三首歌，跟你说哪三首？跟艺一块去，谁呀？未完成少女、未来主题曲，还有冬日，学了这三首，就这三首歌就是我们第二次考核。没关系，就但第一次考核真的很大。谢谢我原先的小娘子，广州的那些领导全部都过来了，就是我做攻略。这排练厅吗？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跳舞。这爷爷很靠谱，你前面全是人，你看不到镜子的，你只能自己想。黄奕前辈，然后还有很多摄像机、很多设备，大家都挺靠谱的。然后就很正式，只要跟队里的人在一块儿，那个流程还提前彩排，没关系的，考核还要提前彩排，丢不了。我当时就一整个很紧张了，然后还让我们换上自己的服装。那时候我们没分队，黄老板，我知道之前开队，我们还是有我们前辈上第一次考核的时候，前辈们都知道。我感觉那个队就依旧好看，第一次考核他就已经分好了，然后第二次考核他可能就顺了个。感觉好久没跳公演了，稍微的你没他把。你们看我都没真没理他们，我真没听没理他，我跳他弹幕。虽然穿的粉红色裙子，但是还跳公轨，反正就是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工资多少吗？我觉得他们可以问一下卡，他们问的问题我回答的很好的。现在工资就一点点。就是我觉得我自我感觉挺好的，但是就说一对元气，一对性感，对对对对。可以问一下。然后大家好像都觉得基础是元气的。不能说，不能说，不能说。但是然后后面第二次考核。对，但我感觉就第一次考核就分好队，第一次考核来了好多人，然后分完队，对，考核完了流泪，谢谢他发截图，第二天才问，真的会流泪的。
然后我们就忐忑，因为那个时候说谢谢大大姐姐们懂吗？谢谢，就是我们会很紧张，听说三千很害怕，我听谁说的，说我也想要三千，万一大家都挑战，每一个人都焦虑，但是我没有焦虑。谢谢丹尼斯斯巧，我真的没有焦虑，谢谢，我就从来没有想过，你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没有想过，谢谢方小姐姐送的礼物，谢谢，我就是以后可能会比你高吧，现在没有你高。现在大家都在想啊，就是被淘汰怎么办？他会长的，直播现在还没长。谁？他们都说淘汰就回去上学，什么的，没关系的，嗯，没关系。我跟工作嘛，工资低一点很正常，慢慢来。然后第二天我们晚上，我跟你们说过吗？我们经常聊天，在我们的房间，我和丽丽的温馨的双人间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。嗯，就在那个在我的房间，全部在我们的房间坐一坨人。然后刚好我下铺全坐我床上，椅子我都不想理他了，感觉整个中心的椅子本来就不多，全在我们旁边，不理他了，每个人坐下面上我们就开始讨论，我觉得谁谁谁一定在哪儿，他们那个时候那个有就是我们时间的，现在还没有，不要问我这些问题了，他不要问我这些问题了，反正我还能活得下去，没关系，就是，不要问我，就是大概的分队，他说何西曼肯定在成都，对，不要问我这些问题，我都好记得他们的。他们都这样觉得，就是我也就是我那个时候竟然没有想过，就是卡了卡了，我想过会被分到重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我就突然想，我刚来报到那天，第二天不是分队了吗？下午去开会，然后我就分到了重庆，然后当时好多人就有点难受，前面在餐厅跟一大坨，跟他都不讲中饭，我俩跟个傻子一样，就说就在那乐呵的吃饭，就看到他们都在情绪不太高，我当时有点懵，我说重庆怎么了？重庆很那个吗？不可能按照每个人的要求，谢谢他们姐姐送礼物吧，谢谢。你们知道什么吗？我们签字的时候。我们问，听到小曼姐，我们问姐姐，我们说，但是我们想去哪个队，都是能去选的吗？我跟他真的跟傻子一样，我第一天报到，第二天分队就分到了。先遵从大家的意愿，然后再根据。然后当时我还乐着说啊，分队的，后来我就去吃饭去了，吃饭开开心心的，就看到餐厅好像他这样说的，然后那个时候心情都不高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还有点忙，我说怎么了？公司会不会先问一下我们想去哪儿？然后先问他，然后再后来又了解，结果他又了解到了，什么都没有，已经定了，什么都没有，直接开始。我本来报的是，我哪有报啊？感觉那个时候气压很低，我跟马旭两人乐呵的说：“先来一块去哪玩呀？”我还吃完饭想出去了就。然后就开始直接念，然后我跟你们说过那个场景，我感觉我说过好多次了，所有人站在那儿，那个时候很严肃的呀。我们从来没有那个时候训练的时候从来没有每个人都这么严肃，我们就站在那儿。大家都很紧张。哦、我后来是知道的。紧张，我莫名的觉得有不好的预感。我后来知道了。就是那个时候就觉得乐观也挺好。结果不是当时乐观也挺好，是我当时什么情况都不知道。核心嘛，第一个就是我，你们能懂是乐观，是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说 CPT 是什么呀 ？CGT 又是什么呀？念错了，他是不是把 C？ 他是不是把 CKG 和 CGT？ 因为我当时，我当时是。但凡告诉我们哪个愿意去重庆，我当时在重庆已经上开课以后，北京的和上海的都给我发邮件让我去面试，但是我当时已经我连什么一号位我知道我报了名是上海和北京，当时没让我去面试，重庆就给他们直接让我过来了，让我去成都的，说成都得再重新面试，我只知道过来以后就直接看到 CKG 了，谁敢说我念错呀？然后四月份快出道的时候，北京和上海都给我发通知了，让我过去面试，然后全场每一个人。我说我都要出道了，每个人都很震惊，就没有去，包括我。然后他说，念到名字的，因为当时都前面来，当时都不太懂嘛。然后我就一个人走到前面去，走到隔壁是，因为我们前面隔壁好激动，因为讲到当时的事情了，然后就默默的念到了。他确实第一个，但是他念的顺序不是我们顺位的顺序，可能后面调了吧。嗯。然后就念到后面的人，我当时都懵了，就是很懵，就是。大家可以听一下他的故事。三个人都和大家预想的大差不差，就是因为我们提前知道了他们分队是想当时最想去北京的，因为北京是家里的一对性感的，但是北京一直没有过成熟一点的，我就来重庆。我们不小心被我听到了，我那天和小月，可是故事好漫长，是听到哪个我当时什么歌都没有，把我分重庆了，被我听到了，就分了。我们当时早上晚上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。当时只想上班把离家近就谁比较性感呢？我那时候很自信，我说。其实我也可以很性感的，我跳光轨的时候都是蘑菇，还这样想。我已经在这了，不想那些其他人。我最开始是家里人只想让我。我也没觉得自己很性感。不想让我离家近一点。
但是我什么呀？思妍也是北方啊，思妍在西安，西安在我家旁边，一个小时的高铁。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会把我们分到重庆，还是会分到成都。我们只知道我们可能会在原系的那个队，对吧？但是想去，只是想离家近一点。晚上好，吴晨，晚上好。鸡兔就是不是性感，他们队会偏成熟一点。只想离家近一点，随便挑的。不是光给性感，就我觉得我自己跳光很帅。所以像上海、广州都没有考虑过，因为离家太远了。重庆更没考虑，重庆更远了，七个小时高铁。比较元气的，他们对阿青就是成都的，阿青就是成都的。他们平均年龄比我们小，但他们个很高呀，你们没发现吗？他们年龄小的都很比我高。所以他们都离家近。他们个高，是稍微有点那种风格的，就想去。然后北京来着，因为离家近。对，我也很喜欢光轨。刚说到，但后来他会发通知，我忘了，我已经定这里了。什么？我们考核，我就给他发消息。我们考核是有规定的，不是想跳什么就跳什么的。不是陕西，对啊。什么？我是山西的，是四言是。雷星宝比我高二，对。真的吗？我们更像小没有吧？这出道到现在都没有公园有关吧？我们公园就比较对啊，我没有有过任何的那个平均性年，包括当时我，我们没有吧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来了第二天就把我分队了，我没有考核，他们考核都说我来的，就听到姐姐在一楼打电话，就想听到。我没有考核。陈雨涵175真的很吓人啊！他还比我小两个月呀。那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我来的还蛮迟的。刚开始，就是后面你们知道，对呀、啊，又是更离谱的，唯一是做完队郑州的，做完队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说顺位嘛，第二天选过。我知道，后来我都了解过这种各个团的。大家就是一整个懵的状态。那一定，其实我刚开始来了第二天就把我就跟我说我是 CKG 了，我没有很难受。就是也没有说那种，我不想来到重庆，我没有那种心，我没有那种心，没有考核，就是当时特别搞笑，你知道吗？第二天他们要考核，我前天下午5点来了，然后后面我就，但是我们队，我就收拾了东西，我就睡觉，我睡到第二天早上，当天晚上他们12点多还在上面，四排那个，就是要准备第二天考核东西，好吵，但是我很困嘛，我就在睡觉，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，然后就单独给我们，第二天早上。他们6点就起来化妆，就去练舞，我还在睡觉，到了上午10点就说我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。然后下午他们还说到完了之后，我们就去看了前辈公演，然后说到我们跳个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就分队就把我定 CKG 了。我不知道嘛，然后他说有光轨，我当时跳了光轨，我就很开心。所以我没有考核，我没人叫我，有人叫我啊，他们去考核叫我干什么？大早上6点叫我干什么？他们去考核，他们怎么叫我干什么？让我睡觉呗。我那一瞬间虽然。就是念到我的名字是下午去看前辈公演的时候一起去的呀，就是想着对看到重庆，就因为不是我没有后面来的都没有面试，最开始的想法嘛，但是后面来的都没有，都什么都没有考核，都没有考核，我就是那个站位长，我不知道啊，我来了我就直接 CKG 我就给了我站位了，我哪知道我的站位怎么来的，他们都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分的，回去上学什么什么的都讲出那种话，我当时挺懵的，我就开始 emo 了，然后我不知道，这个你问我，我真的没法给你解释。我这天发誓，我真的解释不了。目标160，站位我真的不懂。对啊，但是开会的时候给我们画饼，这个我确实不懂。其实我们很崩溃的就是他开会的时候没有给我们画饼，你能懂吗？你去问去吧，我不知道，我来了你就告诉我，我在这里。对，出道的时间是不确定。我的位置。就是没有给我们，谢谢有一圈送你光吗？谢谢。但他们就是已经跟他们说了，他们就是5月底。那是吧？是吗，男小鸟？但是你就一直没有来我这里哦。就是更难过了，开完这个会更难过了。不画饼是好事，说明他说实话了。我不知道怎么分的。对，也是有，对吧？因为肯定因为我来了，就直接定这里了，对吧？然后。我早来几天可能有剧组啊，什么什么跟我们说这些，但是消防还没批下来，什么还没批下来。对，听完之后，其实我觉得这个无所谓吧，你就不管你站在哪里，你都是在舞台上啊，大家都有镜头啊，就是很狼狈，每个人都在难受，都在哭，哭完之后，第二天我们就晚上好。晚上好。2021年，谢谢发发姐姐送荧光棒，谢谢我出去了。可能会有点，我已经声音小点。开心。这两天四个前辈的公演看得开心吗？他们的。开心。脸好小，我怼着个大脸，你说我脸好小。
哇！唯一找我连麦，耶！唯一找我连麦，等一下。相当炸裂。晚上好，分台生咋过来了呢？哎哎哎，是这样，你咋过来了呢？因为过了，想睡觉了，晚安。有点大，睡觉，晚安。我的心是铁做的。嗯，哪？你在哪？我在。吃饭了吗？你的心练习室。哦，你们好吵啊，宝。啊，这边很吵吗？不不不不，你朋友今天去 CDP， 其实好吵，别人拍了一圈，我还可以拍一圈。有点吵吗？对，你们是几个人啊？好多人，好热闹的样子。还有张丽丽故意在旁边发出声音，好热闹的样子。我现在离开他了，现在是不是不吵了？对，不吵了。大晚上你们都在练习室？我刚过来，因为那边信号很不好。好的。啊，在这能听到练习室的。嗯。我在下边。哦，一楼的练习，你们在一楼的练习室吗，宝？没有没有，在这边舞蹈教室这边。嗯嗯，我知道嘛。怎么都爱在这里呢？宝，你要理解一下，有的房间网很卡，只是你的房间信号。怎么啦？星宇说什么？星宇说为什么好多人在练习室直播？我说因为宿舍的网很卡。对，因为就是他们，我都是卡成 PPT 的。练习室有坐的地方，有凳子之类的，只不过可能不够平衡。什么、啊、什么、啊、什么？你退，你单退我，有力飞前辈。又离直播圣地，还知道这么大个事儿吗？还以为他们练舞，这么大个事儿，可能在悄悄内卷我吧？你是不是在悄悄内卷？我在练舞，我是内卷的人，没关系，我是那种人，让、啊、他内卷我吧。你是我单推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看这边有没有人，马上就可以见到他了。我亲自告诉他，前辈在里边，我亲自，那尴尬。我亲自告诉刘亦菲前辈，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马上就可以见到他了。我也听见了，谢谢，听到了刘星宇。我觉得你可以当内卷的人，听到你说话。唯一，那也不好。这么好，他说上班的舞蹈室都有床。哇哦，把舞蹈室当做家。18号，我们19号巡演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在练习室有时候累了，我们直接就躺了。对，我们随地就躺着，困了就直接倒地就睡。年轻人就是没啥好处，就是觉多。年轻人就是倒地。对，年轻人就是觉多。感觉你那里背景好嘈杂的样子。哦，你坐下了。对，确实。但是灯光还挺好的，是吧？明天晚上可以去那里直播。什么？我说明天晚上可以，我也可以去练习室直播。什么？如果明天晚上也可以去练习室直播。可以可以。我真的，他真的，我哭死。你准备几点回来呀？琪琪，不要伤心。再播一小会儿吧，再播20分钟吧。没有，第一次要参加。哦，一点。好。好，拜拜，猛真，拜拜，等你回来。OK， 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。好，好了，现在好了。杰总，第一次看完公演就来看我们，这来看我们，洗开机。哇塞，你真的，你居然 P 成了 CGT。汤姆森，你真的？好了，汤姆森，你真的？我哭死了。挂了。挂了。他还给我消息。你还隔小小付消息，我信琪琪，虽然你浪全河，但是我信你是单推我的。看看谁还在。啊，谢谢他们给送的玫瑰花。这都快一点了，他们怎么这么多人在直播？不客气，我还没谢你呢，你就已经不客气了。怎么这么多人在直播？我不信。想想。再抢一下。没有，粽子是。佳佳还在，旁边现在是星宇了。现在星宇。我信啊。反正我不能在我自己房间，我自己房间好吵，不是好卡。月月心也在，他们都在直播，他们都在直播。嗯，汤姆森都不夸我。旁边是汤姆森，上次看了我的公演，你是去看星宇直播去了吧？旁边是星宇，对。晚安，早点睡吧。汤姆森上次几号才能回重庆？我也不知道。他在我的播播间里面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现在知道了几号去广州了。可以看一下后续的通知，可能会说什么时候去重庆哦。不是，不是你吧？汤姆森怎么这样？汤姆森怎么这样？那你一说就说旁边是星宇。
唐姐姐。哦，我一跟伟一连麦，你就过来了。你是不是开伟一去了？广州见。姐姐好，十九号广州见。不会安静的。第一种是广州结束。没关系嘛，看，可能会有其他的通知吧，就是，对，只能看安排吧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去，会觉得你是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重庆，我连什么时候去广州我都不知道，都是今天你们跟我在口袋里说巡演通知到了我才知道的，我都不知道，因为的公司没有跟我们说，就没有。三套也是男的。对啊，你肯定是看陈家了吧，看佳佳去了吧。啊。嗯，每次都怼我这个大脸，怎么倒回来呀、啊？等等，我研究一下。按哪一个？按这一个。好了。踢不有。居然没有看见。才回去的。我也不知道。没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又吓到大家了。又吓到大家了。点错了。点错了。这一点我是相信的。老点错，烦死了。我准备看连麦，看看谁还在直播的。什么？然后直播旁边就是一个倒的画面，然后手指头不小心碰到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没事，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到时候我去看一下。吓到大家了。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女神？来到这里就习惯了，对不起，谢谢各种，习惯了口头禅。今天好吗？汤姆斯，今天没有之前没有那些的妆好看，今天的妆是公演妆，不好看。那谁的 ID 不好看？还有鞠躬，对。真的吗？新手机好用不？你转移话题干什么？调一下，汤姆斯。转移话题干什么？女孩子都不油。是，对呀、啊，谢谢发发姐姐。女孩子怎么会油？女孩子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。你这个简体字去旅行了？对，我在幸运房间。我在幸运房间。什么抽象？直播就是直播中间就浪一下。杠 C 康 G 是什么？杠 CK 直播间。因为我公演那个，因为我公演那个高发点，他在后面我卡卡子了嘛，他把我这头皮破了，这边的。这边头皮破了，然后今天姐姐还说了说怎么头皮破了，所以我回来以后立马就拆了。什么？然后我就稍微编了一下，整一个这很翘。谁呢？什么呀？你不是刚还说你去看瑜伽去了吗？很好点了吗？没事了，就缓两天就好了。汤姆斯改名了，我也缓两天他就好了。哦不，我会叫他汤姐姐。然后，像粽子改名了，我也只会叫他粽子。行，他就是破了点皮，没事的。不想，我不念了。但是不疼，我自己感觉不到疼。你姐姐不说了，我都没发现。她还给我录了个视频。你们太过分！你们今天所以赶紧想二十秒换造型了。这个造型每次做好麻烦。改名了就认不出来了。改名？对，怎么改名？我看到微博都在说了。不换头像，我就还能认出来。我看到微博在说了，好搞笑。没关系。为什么？公司怎么安排，怎么来吧，只要辛苦一下大家了。没关系，去骂吧，微博评论下面全是说的。先创个贴，没关系，他已经不流血了，他只是已经结成痂了，他已经结成痂了。就那个高颅顶嘛，他每次卷起来，他后面要卡来卡着把它顶起来。这是个什么字儿啊？我用保护屏下来看。哦，好感动啊，马高，好感动。打工人也不容易，辛苦了。但还有一天店员，还有一天店员，希望店员的时候可以见到，可以见到大家。我换肯定换一整套，你换一整套，我还怎么认出来你们？那你们谢谢发发姐姐送你光棒，谢谢。有工作原名，到时候是不是见不到大家？原名粽子，原名 seven， 原名琪琪，好怕见不到大家。原名但是他安排的确实，我也感觉好不合理。我是看到大家都说了，我才去看了看，我都没注意时间我。好吧，看。汤姐，没关系，我们还要去上海呢。去上海到时候见，跟发发姐姐见面。那你跟我说广州见，我还以为能见到你。星星，昨天还背的。看，我去。别人牵手。店员肯定。他安排的确实，我也没有动图了，我也感觉有点那个离谱。我表情包都是你们截的照片，可丑了。
兔罗表情包是真表情包，因为它是真丑。不然他怎么安排的？别人的，那你要去看 C 兔罗，意思就是。我的表情包是真。那好吧，你去看吧。贼丑。还不好看，还不好看。到时候说不见不到就没有办法。你会做，你会做，你先别做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你会做了，你先别做。C 兔罗不行。对，微博 ID 我对不上本人，就一个是周末，这个人是他，就一个是周末，所以是哪个队是周末？如果他不告诉我这个人是他，哪个队我不知道，这个队不是他。玩专业的只有粽子，对，因为粽子专业里有李珊珊前辈。成，对啊，我们三个队都要去的。对，不要写了，我们上，我们三个队都要去。弄个亚，那个发箍，弄个牙发，弄个牙发别在、哦、别在头上，不要低估了一个。那好吧。嗯，夸夸其词，视频剪得很好看，真的真的。那其实不管是那可能是火柴梗还是人间规则，那可能是他安排，可能队伍太多了，就这么排的吧。因为延吉就是真的是待两周还是一周就要去上海了，哦不是一周，待两，哎我也不知道待多久。李锦瑜是的，对，没关系。有认出来，公司怎么安排？是他们，我们怎么就是有点辛苦，大家两周去上海。哦，反正就说的我们待不了多久就要去上海了。小叔子能发一点，但是我看到了。嗯，八月一晚上可以不住这个成都的中心了，舒服。多多营业中心住着是很舒服的、啊就是、就是需要采办一些东西。就是我们现在也没有更多东西。我先眯了。好，晚安，晚安。确实好晚了，你看。就是没有更多的舞台给我们跳。怎么扭过来？被咬了个豆。喷花露水了，有没有说广州去哪？连什么时候去广州都没有说呢。没有。连什么时候去？想吃东西啊！想吃什么？不知道，就想吃东西，就想吃。我猪瘾犯了。你是一个少女偶像，你只是饿了，你不是猪瘾犯了。嗯，就是饿了，就是不是饿了。七月十七号去，蚊子很多。对呀、啊，我很容易被蚊子咬，但是是痒的，是痒的。我现在我刚才一直在挠，就是我身上各处都在痒。我没有鼻诊。我抹了花露水了，就还是很容易被。那些是没有发，那些是还没有剪辑，所以就还没有发，我们还没剪。要将近一个月就不到，是的。我们我有包袱呀，我有包袱。可能真的不止一个月。确实，还在成都。这一次离开成都，可能就真的不止一个月，见不到大家了。第三条，确实可能就是十七、那个、十八号走吧。火柴梗和人间规则还没发呢，可以。应该十七吧，十八、十七号去了，十八号到那儿排练一下。熟悉的剧场，十九号就要，十九号就要公演。真的吗？我刚吃了一包缺牙齿。我刚才吃了一包。不允许注册冰在吗？不是，就是我们还没有，就是注册。来不及排练，有点麻烦。想看原版，让我十七吧。看吧，他还没有说呢。你们去看那个直播，你们看那一场直播都给。哦，那肯定十七号。舒逸吧，舒逸，我喝那个。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那个了，就我喝我喜欢喝那个绿豆沙，还有一个橙色橙，叫个什么名字？橙的鲜奶来着？山茶花？哦，我记不得名字，之前经常喝的。让粽子羡慕的话，十八号排练，我只会烧仙草。我不太喜欢喝，我像喝粥一样。谢谢。我其实不太喜欢喝的，谢谢我喜欢喝里面的绿豆冰沙。谢谢苏洛的关心，你们也是，你们也等通知吧。为什么要吃那些？等通知吧。好的，好哦，口红到了吗？到处拍的地方，这么快，去吧。他的舞台很小，快去洗吧。好的。直播活的粽子看过了，我直播还。但十八号他们说有前辈公演。等通知吧，反正不知道什么时候去的。门店尾嘛，就可以见到了。燕麦绿豆沙，对对，因为之前喜欢喝。他也是潜水，肥仔也潜水。哦，好吧，但是去了那边不需要，应该是对个灯光就好了，因为我们确实之前往那边发了站位了。嗯，改成我们把站位全部都发了一遍。20号看完我们。就是你们记不记得之前有一次，早上起来去练习室说去搞什么站位了，就是搞这个的。但当时我们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去的啊，我知道我肯定要说的。嗯，这样子。
只是我喜欢和绿豆沙这样长，是晚场吗？那你先，你要发消息还是注意安全？我不太记工作安排的，就是他们跟我说的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为什么？不知道。我说今天接社就有人问我了，我说任何工作安排我都不知道。你记得住吗？还在外面都一点。我不是记不住，我是根本没记。这么晚了在外面干什么？他们都会提醒我的，我根本不知道一个女孩子这么晚了在外面不安全吗？好。我是怕你觉得不好喝，你会觉得踩雷。多待一周。就今天去了，去剧场的时候，各种前辈们他们在排那个电源什么，排人好多。我说这是哪个前辈啊？他们跟我说的时候，他们说你不记工作安排吗？我说太多了，记不住。哇，不得了！新兵中第一，新兵中再次第一。都是晚场。谢谢肥宅，肥宅送的玫瑰花，你快好好开车吧，肥宅。不知道，微博有吗？微博有，我都不知道。要注意安全，没关系，等通知吧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停了。等通知吧。还是要注意安全的，就是在。不会啊，绿豆沙怎么会腻呢？绿豆沙是解腻的。新手别造谣，新手老造谣给。今天人好多啊，有一个前辈，不是有一个前辈，好多前辈，他那个队伍都排到了最后，都排了那么多人。哦。然后他们跟我说，那个是从上午十一点就截止了排队了。你让汤姆森请你吃饭。对，我也觉得绿豆沙好喝。汤姆森不是爱欠，我记得当时是刚才滑，刚才有个弹幕没有看到，全是阴间时间。对他那个排的时间都是周中的。哎，为什么？刚才这个谢谢。帅啊，还单压了。周五在吃烧烤，琪琪还在被同学骚扰。那天晚上不至于吧？我们16号是我们16号的公演是什么时候呀？是晚场的吗？还是无场？还不回你消息，那现在人又不见了。谢谢鱿鱼圈送的荧光棒，谢谢。谴责一下，我居然那么巧捏死这个蚊子了。不可以，这不是不允许的，因为明明都答应了。我们十六不请你吃饭。我们16号是晚场，16号怎么当时晚上能赶广州？赶不了的。好过分！必须控诉，就必须控诉一下。后带一个虫，也没有很大的。我刚才捏死一个蚊子。对啊，我们是晚场，只能17号走啊，16号晚上怎么走？哎，这个没关系。我也想吃一个。我扔一包嘛。自己拿。我扔一包，我又要发疯了。你发，你先发一个我看。不要对着手机不想撒娇。我还未充一份钱吗？哎，你管他们哦，好了，我又忍。你发我都要笑，我不发。我今天在剧场跟他撒了个娇，他都准备抽我了，还不吓人？谢谢你，不能撒娇。好像就端午庆，对，就是晚场的。晚场挺好呀，晚场挺好呀，我们就，你先别管，你让他先请。晚场我们就能早上睡觉了，给谁撒娇？不撒娇，对着手机撒不下去。我只是在剧场，我那样跟刘迅撒了个娇。下周是两场，我们不是吧？我们就对，我要点外卖了。我们就只有，注意饭了。我们下周16号只有一场啊。今天饿晕了，前天买了饭团，饭团好吃。妹妹赚大了，不是妹妹，是流星雨。我两个又菜又爱玩，这个超级辣，但是我俩吃了，我俩辣的舌头发麻，我俩还吃。点个小华子吗？我有点想吃北京烤鸭。我没有吃过麻辣王子，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辣了。啊！你看，你听他的声音，他已经辣到了，我还没有。我刚刚用的这个五光华子吗？麻辣王子。华子最近确实吃的少了，只吃这个。嗯，麻辣王子，我其实也没有那么能吃辣了。先扔一下地上。啊！搞错了。好辣！我不吃。这我还不知道，你们自己看吧。你们问我，我不知道呀。等一下，
我又要移出来一下了，我现在没有办法在这边。我说呢，虽然说时间我记不住，但是有几场我还是记住的。麦麦也可以，麦麦我也经常吃。呀，他们都回来了。嗯，对，我要喷雾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这些巡演什么的不知道，自己工作安排都记不住了，记不住那些。好，汤姆森在看不起我，你要不要自己试一下？你们的消息比我得知的快，我们好多人都不知道。我相信刘丽飞现在也吃不了的。不知道什么什么，对啊，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一问三不知。就是你怎么那么多小道消息？今天我想吃北京烤鸭。嗯。Hello， 我走这么快。反图。你发了我的反图吧。我真的要喷火了。并没有瘦，我并没有瘦。学的吃瓜。你们吃的瓜比我们好多都知道，你的反图啊，我一会儿去看。吃瓜吃的，好多真的我们都不知道。这么快，好羡慕啊！不吃了，吃东西。我为什么喜欢吃这个呢？因为这个辣，辣的你就不想吃别的，然后你就喝水，然后你就会想吃。好了，大家再等我一下。你要干什么？不要不要给我出原图。手机要没电了。Oh, 啊，我那个手机在那边。啊，是黄拌饭，好想吃。不想在这里，他要点外卖。王总老人特别帅，对。最麻了。黄豆。这个真的很辣，我不吃了，一会儿我舌头就发麻了。本来语速就快，一会儿语速嘎嘎快。好了，我又好了。我又好了。对，我上一次就是点了，但是它不配送到我中心这边。喝柠檬水吧。它只能配送到我的那个黄桃果霸在那个房间。但是我们剧场。我不吃了。拿不了外卖，剧场不让我们点外卖。纯牛奶姐，还好还好，我不是很辣。腿麻了。屁！我不吃了，我要再吃的话就会辣。他和那个魔芋爽差不多，你知道吧？我第一次了解他是因为在小红书上刷到他可以减肥。什么玩意儿？谁说他能减肥？我小红书上刷是他热量很低，然后你吃上它辣的，然后你能喝水，然后你就能，然后你还要一直往外流口水，你喝进水都流出去了，然后你就可以减肥，然后你还可以辣的你吃不下别的。有什么毛病？谁啊？腿麻，脚麻了，但是我还是信了。对，经常不让我们点外卖，超好吃。对啊，真的，你不就是说的很有道理吗？真的吗？包括快分享一下，有什么减肥的方法？嗯、让我一夜暴瘦。讲完了，移一下脚，因为它是，不是，你细想想，它是魔芋爽，它热量本来就低，然后你吃两包，你就辣的什么都不想吃了。不能点。等等，我换个脚，我脚麻了，我脚真的麻了。真的吗？好羡慕啊！我也想瘦那么多，波特，有什么办法呀？快教教我！我肠胃挺好的，我肠胃真挺好的。可以点了，没有解，没有解。魔芋爽不辣，这个就和魔芋爽差不多，这是毛肚，它是辣的，毛肚真的很。我们点外卖会被批评。我试一下，不是有点麻，真的有点麻。不喝奶不辣，知道啊，但我没有喝过。醋解了、我主要就是辣度不想吃东西。好，不用解了，可以少吃。先让我再放肆一下。困了，好，晚安。七七，刚刚不是还说自己要七四吗？还是喝水去。没事。真的很瘦了。不吃。贴贴，不贴不贴，不一厘米，能解了，没事。不，我不接受。你要气死，没事，少吃就好了。不能说自己要去。我肠胃挺好的，我喝那些不会被刺激到。
就是我吃重庆那些稍微辣的，它就是会，就是会肠胃炎，会有点疼，但是其他还好。但是你吃完很辣的，你喝那个温水的话，你的舌头好疼。谢谢三元素荧光棒，谢谢。男生就是会胖一点，真的，男生就会辣肿吗？应该不会辣肿吧？哇哦，我就不用增肌了，感觉不会辣肿。腿上的肌肉已经够多了，我都有点减不下来了。天哪！我才是脚胖胖，喝了会更辣的胖胖。嗯，大家都好瘦、啊。没事。大家真的都好瘦，好瘦，好瘦。一会儿就不辣了。大家都这么瘦，我这是因为在直播，激情别上了，所以我一直在忍着。我真的，我没有这么一整包都吃的，这一整包如果都吃了，我现在都说不了话了。我腿上真的有很多肌肉，都不好。冰镇啤酒，我不喜欢喝啤酒。因为以前跳舞，你们不觉得啤酒很胀肚吗？啤酒很胀肚啊，肌肉很不好解，尤其吃的东西喝啤酒不会很容易吐吗？不喜欢喝啤酒。对，以后集起来看我的时候，一定要提前跟我说一下，我一定会穿上我的10厘米增高鞋去见你的。集齐好吧，你一定要提前告诉我。喝多会什么？你疯了吧？也不胖了。喝啤酒都容易多，都容易醉的。103, 你不知道有个道理吗？混着喝酒更容易难受。混着喝酒很容易醉的。好的，我一定就是让自己动起来，好吗？哪来的道理？什么谁呀？三元，闭嘴。好的。在成都还没有吃过火锅，不知道成都火锅好不好吃。海底捞挺好吃的。梦真，你充电器在哪儿？我想用一下。在房间。在房间。在3楼。我是寻思的，你就充的快一点，就充的时间少一点。但是在3楼啊，宝宝。我以后下了播给你拿吧。我只有十几的电了，我只有19的电了。你忍一下吧，我也只有30的电了。所以我说，我想先快点充啊！等一下，我们俩一起没电还不搞笑？没事，我快没电的时候再上。最好喝的酒还是木。小马宝莉。右臂，不要提我之前那个事情。不然去广州，暗杀了你。就是辣，那就那没事，反正也吃也不会吃了，因为上次吃了海底捞。这是谁的呀，梦辰？猪猪的，昨晚用看你一直放在这儿，这里是个奥特曼。因为当时我走的时候，我那个直播指甲在那里，他在那播了一下。我这个奥特曼是，也是他的。对他给粉丝买的。他给粉丝买的？不知道，他是当时的他们买粉丝。给粉丝送？不知道。泰家是那个泰罗的儿子，吃酒还可以播半个小时。还搞笑，泰罗都有儿子了。首先记得你三元。泰罗都有儿子了，到底谁懂？而且广州粉丝我没有千千万，我就那几个，我记得。梦比优斯我很喜欢，我一般摩格巴萨我知道，摩格巴萨我知道。怪兽我一般很少听名字的。这么强，多少岁？我也知道，我断网了，我才知道。你用的 WiFi 吗？我用的流量。我知道。你不是也没记住了吗？我当时就是泰家出的时候，我第一反应。晚上好呀，你好呀。泰罗都有儿子了，我老了。泰罗都有儿子了。文件。三元。赛罗肯定有儿子。赛罗都多大了呀？赛罗。杀了你。杰德。明天不用早起。杰德的周天。明天没有课。很有道理。山里怪兽我不太记他们的名字，真的很比较爱这个，就有点辣、代拍过来反图，哪一个好？羡慕三元，我也不知道，羡慕他干什么？羡慕他老闭麦吧。晚上好小熊，晚上好，没有收到你的信，没有，下次，有点可惜。你们这么问我，我是直播的时候才知道小熊也给我写信了，没有收到。因为他没有给我，他说没来得及打印，他说下次给我，下周。我看到那种红色。林仔是下周要来。还没买，因为我看了两。下周要来成都吗？对。
骂个人，他刚才跟我直播解释的，说你有给我写信，这个，我感觉下注给我，我感觉出现在没有给我。他的名字叫不要生气，小徐。我没歌，我现在就是现在告诉我以后从下从现在到下周公演我就开始期待了。我不记怪兽的名字。别激动吧。啊，你们都知道，你们都知道我们是在白云机场下车下飞机的吗？你们知道我们坐飞机，万一我们坐高铁呢？我记得他，因为他当时就是蛮让我震撼的。哦，好吧，有点冷，我在这个。好吧，我先不是，不是说，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坐不会坐高铁？哎，这个我也知道，这个怪事我也知道。嗯，哦，我真是哦，我记不住名儿。他确实说了，我们坐飞机，必须是捷德。哦，这样子。究极形态。因为你们对你们好多都，哦，我们都不知道，你们都知道。反正就是最后大结局的形态。再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现在就吃很辣的东西。泰迦，我只是喜欢。那枪是好吃的哦，韩式。看到奥特曼就有一点。不错，不错，羡慕了。有一点。嗯。这个是我看过。你是不是？最多片的。真的吗？是不是并不省？肚子也看姐的、啊。谢谢你，为什么现在才看我？不如坐飞机。嗯，他还没有跟我们说、那个，我们连什么时候去都不知道。那个、派大星就给我送的奥特曼的、那个。他估计到时候就说了。凯莫尔星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来的。就是我挺喜欢杰德的，真的我挺喜欢。感觉没有话题。哦、啊，那我们换个话题，不聊坐飞机片。对，我们确实说了我们坐飞机，只不过我想的是你，给我想你们也知道。给喜欢奥特曼的分牌带我们带聊。然后我们今天顾大家，我以前想要保利喜欢那个紫色的，这个。先去高铁站接我去吧。看看你去高铁站接我，你穿着花裤子去接我。是我但是我一出去，我看到花裤子我就知道是你了。那给我找一下那个我喜欢的那个，这个我也喜欢，就是。喜欢的那个想到保利、哦这个、啊，到时候没有人接我了。那个紫色的是哪儿的？到时候不会没有人接我的，没关系，我蹭别人的镜头。那就是他，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们仨了，想到保利，就他们仨。羡慕吗？最喜欢的应该是这个，不然到时候有没有人接？小兰，没有人接我蹭别人的镜头。云宝，对，就是他。拍谁的时候，我看到谁在那拍，我就去呢。不，都去高铁站穿着花裤子去接我嘛。他们这什么去了？小马宝莉吗？很好看。不知道去上海有没有人接。彩虹色的小蓝，因为它的毛是彩虹。你去挡镜头。一墨拍我了吗？会呀、啊，会看镜头啊。谁拍我肯定会看镜头的嘛。你们没有看过小马宝莉吗？拍我的人不多。小时候看动画片。三文老师。又提到正反面，哎，芝顿新人，不知道有没有人，不知道杨聪老师会不会来接我？杨聪老师好像睡觉了嘛，都不看我直播。但是这个是我年代的，我去动画片、啊，这是我年代的动画片啊。这个是我年代的动画片，为什么会是你妹妹？但你现在妹妹带你，他说他睡了，他说他困了，睡觉了。他说他困了，去睡觉了。在干什么？去什么高铁站？不要去高铁站。乱说，谁听谁吃饭？汤普森断网了，汤普森刚好吗？有代拍吗？谁的代拍呀、啊？到时候期待一下见面。汤普森是刚连上网吗？怎么回事？汤普森大家知道，汤普森大家知道。会是接机的吧？看了也不回我。不知道，可能会吧。汤普森怎么不回人消息啊？我没有官宣。三元，你闭嘴！生气了。记得穿好点、哦。知道，公司姐姐说了，让我们买衣服，让我们穿好看点。我们明天就要出去买衣服去了。我不看，我特色只看奥特曼。因为这些衣服都穿过了。
买花裤子。我去阿青那边拿充电器。你穿花裤子吧，我才不穿花裤子呢。穿 JK 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穿什么，明天逛街看看吧。但是我也网上买了衣服了，不知道那个好不好看，不知道它上身好不好看。他才不会呢，他公演，他到时候上班他都不来，那就穿 JK 吧。发型也注意，会的。到时候，我觉得 JK 白衬衫的太素了，要不就身上这种的，再看看有什么类型。然后我连自己长，我不知道，原来在这儿。不好意思，找到了，换了他一趟，太不搞笑。关一下空调吧，空调对。木真，你看一下空调空气在你那边吗？猪猪开的空调，我不知道在哪。我看一下，猪猪开的空调应该就在那边。把空调关了吧。关了吗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关没。哦，好，关了，这要关了。嗯，好，关了，有点冷。好，给大家，这么啵啵一下，我就举的时候给大家啵啵一会儿。我也想知道，我也想知道小军在哪里。穿这个干什么？小刘说：“人肉照妖镜。”到时候穿着那种，对，我就准备再买几身那个。哎，不跟你们说了，你到时候期待一下我穿什么吧。不说了，就提前说了。汤姐姐，干什么？汤姐姐，戚老师直接旷工，对，戚老师可以选择直接旷工。不说了，到时候就没有期待感了。到时候期待一下。八一你再去一去。猫头在问哪里有好看的房子。好。对，我也在烦恼，因为我。粽子送了我一个黄色很好看的一个帽子，我说我有蚊子，这个蚊子挑衅我，它居然飞我眼睛上。帽子，但是我还没有找到。绿豆沙是冰的呀，对呀。汤姆森，你在干什么？汤姆森，他们都下播了，我也想下播了。汤姆森，你的精神状态还良好？我要去找，我要去找小曼去了。真的？你怎么了？什么真的可以吗？汤姆森，你还好吗？我不想在手下留情，但是我念不到。我想下播了。我下播了，他们也下了，我要去找小曼去了。对呀、啊，绿豆沙就很好喝，尤其是你大夏天就解腻。晚安，晚安，我要下播了，拜拜，大家早点休息哦，大家早点休息。谢谢天后送的玫瑰花。